一二三四倒到第四的，这个可以倒第四，可以上到九十度，这个叫 original 啊。好，当送啊，到哪里痛给我知道啊？这里上啊，很痛，哎呦呦呦呦，好，慢慢下，一二三四到哪里痛给我知道啊？一二三，第三开始痛了，很痛很痛很痛哦，顶不顺哦。你看这个手指，这个四个手指没用的，全部要用到拇指的，开锁匙啊，穿小衣啊。啊、什么什么要用到的，所以你的问题、啊、是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外形，这个外形、啊、一走位、啊、所以你一上手不到九十度很痛，跟还没到第四这里很要下很痛。好了，等一下不见了我了，放松啊、嗯、在这里、嗯、OK 了。第二放来这里，这里靠住而已。第三、OK 打了一次了 Steven、OK 好，现在、好，没有弄了。你看你的拇指在这里，放这里开手、上面这里上也来，也轻松。第二，一二三四，慢慢下。还有几个？哔哔哔哔哔哔。现在越来舒服了，拉松也近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上边是筋，嘣嘣嘣嘣。Super heavy duty gym. 买咖啡，我在弄咖啡。咖啡 and gym. 哦。OK. 好了，现在刚才我就是拉回去你的这个外形的 nerve， 就是很多是这个是我们叫pequin 妈妈手，这个 pequin 呢，外侧弄到你很痛了，上手可以，开手可以，开动是不行了。现在刚才一拍了这里一上，再上大力一点。轻松很多了、越来越轻松了。敷冰杯有帮助吗？敷冰杯 OK 的，给他消肿不要肿。现在上九十度，越来越轻松。一二三四，舒服了。少许痛。Andy 啊。来。我想要安静，每次他很客气的，哎，你来，我每次都弄，是哦，每次都弄，每次我弄，什么叫你弄什么？你每次弄，就舒筋一下啊，晚上睡觉舒那个筋，有时候很紧。好，现在给你放药啊，那打五百瓦一滴了，瓦一滴突然干，是吗？现在你这个有痛，神经线，放松。有血压低吗你？有血压低吗？有。血压低啊，好，血压低呢，很容易酸痛，紧全部。越来轻松了，越血可以跑来跑去了。滴滴滴滴滴滴，慢慢下去。好，给你放一放药啊。血压低很容易筋的问题，有时蹲下来起来会很像会晕会晕，太冷太热一下也是很像会晕了，所以血压低很容易弄到神经线了，所以一定要够睡，喝多一点水，所以全部这里痛，所以酸痛了，有时在这里酸痛，这里酸痛，全部是血压低影响到，如果不够睡，就是筋比较会发炎肿，现在这个位置了。全部拉松来了，做两三天了，越来越舒服了。现在上，滴滴滴，越来越舒服了。那个筋给它跑回去了。好，来打五百了。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给你放一点药。哇。